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5B 班的邓嘉文。在这一次破界田径入面，我参加了400和800米的赛事，在入面都拎到相当的优异的成绩，咁都突破咗自己嘅 PB 啦，好遗憾嘅系就喺呢个比赛途中啦，我就拉伤咗髋关节啦。来年呢一度我会好好咁调整自己嘅身体同心理状态啦，去迎接下一年嘅最后嘅学界。大家好，我是田径队的陈思曼。今年学界田径我参加了100米和200米，打破了自己纪录，进步了超多。而我们的4x100呢就出了很多意外的，但是呢我们决赛顺利完成，拎到季军。今次我都 很想多谢王 Sir 和一班的队友和教练给我的鼓励和支持，令到我很有自信，顺利了完成了学界。临尾给个心心大家。在这两年里面，我经历了很多的练习，有笑有喊，都是为了每年的学界田比赛。因为学界田比赛是学生生涯里最重要的比赛，学界赛跑一年少一年，而世界赛每一年都会有。我想说的就是要珍惜时间，好好珍惜中学的时光。转眼望由一个中一志气未除的小朋友，变成现在中三的中童，我都觉得很难忘。即是这一两年自己经历了这么多东西，开始发现到自己的不足，自己有什么的强项。希望我们方中所有校队越做越好，做到真正的如日方中。多谢。